花县主遭遇绑架，我们在狱警的暗桩也尽数被破除，就连孤的黑角军也暴露于人前。其实，微臣有个问题，不知当问不当问。问。花县主竟然还惦记着金陵院，姑似乎记得，花县主可是承诺过孤王。这金陵院，实则是太子殿下的信息监察之所，所有的乐师都是经过培养的，耳目监听之用。 将来这里还会对使臣开放，殿下可谓是布局深远呀。孤的秘密都被你发现了。嗯，你和太子殿下好奇怪啊！怎么奇怪了？小八跟我说，太子殿下一见到你就……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儿了。说起来，这位杜小姐如若选亲。 大约会选哪位青年才俊？正室不才。你倒是敢娶！收到线报，在玉京发现金破二皇子贺远天所。他一个金破国的二皇子，居然在玉京，他是敌是友啊？贺远天，他来玉京干什么？他和琉璃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？ 娘，是小妹。喜迎护国大将军，得胜回朝。喜迎护国大将军，得胜回朝，得胜回朝，得胜回朝。你为什么会来这里啊？来为亡故的人点上一盏灯，愿他来生顺遂。 这个他，难道是太子殿下心爱之人？方才我碰见花县主了。你又去找花琉璃了？那你来跟我们说什么呀？有贼心没贼胆。哎，敏敏，他有病啊！他，你才有病！哦，有一个人，他不是玉京人士，她是乐阳长公主和谢驸马的长女谢婵，长得挺漂亮的，就是从小身体不太好，离不开药。 2年前就去了，难道这个谢婵就是太子殿下念念不忘之人？云公子，云公子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这么多血？杜小姐，金破国与晋国之间的刺客，绝不止5名。那倒也没有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那另外一件事呢？啊？花琉璃和那个金破二皇子到底什么瓜葛？ 还望陛下能够卸下老夫所有的职务，臣要告老还乡，谢有虎符，呈交陛下，望陛下恩准。贺远亭刺客一计不成，必生二计。要想对付他，只要继续盯着花县主即可。花县主为了和本王在一起。 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，居然还逼家人辞官，那本王也一定不能辜负他。你确定？将军、夫人，太子殿下来访二公子，已经在门口了。这长空什么时候跟太子殿下这么熟了？不会是冲着琉璃来的吧？殿下啊，您是特意来探望我的？是啊，长空兄，还记得儿时我们情同手足。 相谈甚欢的场景吗？不记得了。太子这是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吧？他今天要是见不到琉璃呀，他是不会走。我是担心他真的要是喜欢了太子殿下。夫人说的对呀，这我女儿要是嫁到了深宫，我可不能看我女儿在深宫里遭罪。小姐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太子殿下呀！啊！ 谁这么大的胆子，敢砸我的窗子？后山，嗯，花县主，本王知道你一直仰慕我。本王之前觉得，若是父皇许婚，本王接受即可。但现在，男女之间，若是情深见笃，便会互赠信物，就是喜欢对方的意思。县主。发现我喜欢太子殿下啊！小姐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问。你喜欢我吗？喜欢。你喜欢二公子吗？喜欢。你喜欢这么多人，你喜欢一个太子殿下有什么稀奇的呀？是这样的吗？就是这样的呀。走，回家。姑终于见到你了。今日姑在画宅等了一天，都不见你回来。琉璃，不，你怎么又生气了？本王不是为了让你开心吗？你是哄我开心吗？嗯，你一不开心。 本王就见不到你，本王一见不到你，本王就也总不开心。解瑶居然要嫁给太子，这个宁公主和谢驸马的大女儿倒是一个知书达理、贤良淑德的人，可惜英年早逝，想来二女儿也不差呀。这要是嫁给太子的话，是不是有点？他凭什么和我抢太子啊？啊！如今御监的人都知道，乐阳长公主的那位二小姐就要进京了，让你千万小心，不要被当成替身了呀。这是云寒的玉哨。 怎么会在杜小姐那里？难道……我看谁这么大胆子，竟敢拦住本宫的去路！太子殿下到！乐阳姑母，太子侄儿，二小姐不是一直说要见她的太子哥哥吗？太子哥哥，好久不见。都是我们不好，我们离开玉京太久，人生地不熟的。如果我有什么做不好的地方，还请姑娘实言相告。 我不想让你和太子哥哥误会。哼，竟敢抢我台词！太子殿下，您真好。姑哪里好了？您没有偏袒谢家二小姐，我心中很欢喜。姑为何要偏袒她？你才是姑的人。小姐。 殿下带希尔小姐去逛街了，人家在这里操劳，你倒在外面快活。嗯，好好吃，太子哥哥特别好吃，快尝尝。男人都是狗。哎，太子哥哥，他们都说陛下要把谢家二小姐许配给你了。那你说，你喜欢谁？嗯，谁呀？ 花琉璃，姑就知道这花郡主和贺远亭有前情。小裴啊，啊，太子殿下是喜欢花郡主的。我什么时候喜欢她了？姑有吗？殿下以前孤傲寡合，对谁都漫不经心。如今但凡沾染上了花郡主，就如同雪鸮般瞪大双眼，处处不放。为表诚意与歉意。 特此送上金珀绝色美人一名。只是，朕的后宫已经没有地方了，对吧？不收了。陛下若是不收，便只好送给贵国储君了。你敢！今日就要与你们金珀国谈判了，你最好识相一些。情感上我愿意让，可本王毕竟是二皇子啊，虽然。 我也是个很念旧情的人。这清寒草原后撤500里之事，恕我的不同意。后撤500里才是此次谈判的重点，岂有此理！败军之国岂敢和我们谈条件？若本王今日真的答应后撤500里，恐惊破百姓大怒之下，要求拼死一战。若这两国再起战火， 怕是四卿大人也不愿看到的吧。